毛躁毛躁像这样子，毛躁毛躁是有这个五样东西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又要开箱咯。今天要开箱什么？来，先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什么来的？哇，好大个哦。OK， 来，我们现在开箱，就把它拿出来。什么来的？来看一下，什么来的？什么来的？哦、什么来的？OK， 今天我开箱的这一个吹风筒呢是戴森的哈，然后它这边是有这个热的速度跟这个冷风的这一个速度哦，还有这边开关，还有这个冷风的是有这个五样东西的。第一样是这个给你烘头发的，第二样就是有这个大的这个吹风的那个筒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小的风出风的筒哦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直接风是从这边出的，就是这样这样讲。OK， 因为它是 magnetic 的嘛，所以它一放上去就是吸住的了哦。然后你开啊，这个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子吹，这样子吹你的头发啊，可以这样子吹，属于很大风的啊，那个风直接出来的，这样子吹。OK， 然后这一个你可以换，如果你喜欢用小的，你就直接这样换，它就吸住了，因为它是 magnetic。然后我们就开，就这样子吹。OK， 然后另外一个它是有比较大的哦，所以也是一样，就是就是这样子。OK， 然后像这一个呢，就是如果你头发很圈很圈的话 ，OK， 你们洗好头过后可以直接烘干它。OK， 像这样子咯，看到吗？啊，可以这样子咯。OK， 毛躁毛躁像这样子，毛躁毛躁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一个，然后这样子梳。OK， 看到吗？头发就没有毛躁了。这台吹风筒是非常适合我的哈，所以我已经解决了我的头发乱的问题了。因为有时候有人家讲，哎，姐姐姐，你头发很乱。所以今天我有了这个吹风筒哈，我的头发就不会乱喽，我还可以做不同的造型。好的，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们下个视频见，再见。